现在差不多四五十岁，五六十岁都还在出海了。你们现在还去就是背那个海蛎回来吗？从滩涂上？是。哇，奶奶们真的是。这个奶奶已经八十岁了哈。哇，八十岁。这个已经七十几岁了。哇，你们受得了啊！贤夫妇一日不怕风吹雨打。哦。贤夫女不怕风吹雨打。是的。我想了解一下，咱们现在这个海蛎多少钱一斤啊？20块钱左右。一斤啊，20块钱。对对。哦。100斤海蛎，你们猜能开出几斤？10斤。对，就开10斤哦。1/10啊，哇！这个拿回来那么重，然后真的能吃的只有那么少。那么一点点。嗯。奶奶，能不能教我们一下？可以呀。我们今天有准备工具，是要戴上手套，对不对？戴上手套。哪只？可以戴这个就好，这个。这个吗？戴这个，戴这一手吧。这个戴这一手。这个、手嗯。我们就好像拿到一颗石头一样，无从下嘴。这个、海蛎里面有嘴巴。嘴巴在哪里？我都找不到。这个这里。哦，这个是它的嘴巴。哪里呢？哦。有哇。天哪，这个就是海蛎，对不对？里面的肉，然后把这个肉挑出来。啊，对，把肉挑出来。哦、就这样刮下来是吧？这样刮吗？对对对。哎呀，你要把它摇一摇，摇一摇，这样，哦，就可以了。你们三位呢，嘉宾要跟我们的奶奶们比赛，5分钟里面看谁呢开的海蛎的肉最多，谁就获胜。啊？奶奶手下留情。好的好的，开始。好，我根本找不到。哦，我开到了，但是它的肉好小啊。哎，我也开，哎，我也开了，哎，肉好小啊。我找一个口都要找很久，30分钟过去了，我连一个口都没找到。奶奶动作太快了，在我们眼里啊，就跟石头一样。口在哪儿？对，好难啊。奶奶火眼金睛，我们如果来挖这个的话，一天只能赚20块钱。我觉得2块钱也不一定能赚。按我们这个速度，真的我会饿死。太难了，真的。真的难。不会，你们不熟悉。我们不熟悉，对。熟悉。奶奶还会安慰我们。奖励是什么呀？这取决于我现在的动力。如果你们赢了，就有海鲜大餐。哦，可是你们输了也会小小奖励你们一个海蛎煎，我做的海蛎煎。玄武海蛎哦是最出名的，因为我们是咸淡水交界，所以呢培养出来的海蛎非常的鲜美。鲜美。特别是这个季节，我们的玄武海蛎非常的好吃。哇，好期待！嗯、海鲜大餐等着我，加油！哦，我找到一个，好不容易找到一个，要小心呢。哇，这个大，这个大，你看还好没有放弃。这里有一个口，哎，我觉得我找到窍门了。嘿，哇，我成功了，耶！我觉得我要把女儿送过来这里。学习一下做巡捕女，因为现在有很多小朋友特别容易放弃，嗯，就是很多事情呢不能够坚持，我觉得要带她来这里学习巡捕女的这种坚持跟毅力，百折不挠。对，好，拟定时间到。啊，来，我们来称一下，看哪一队的海蛎呢。丢人呐！数一数，我跟你讲，我们这个是肉眼可见，一个手指都掰得过来，还要撑吗？撑啦！不要撑，不要撑。你们
多少？才几两，那个盆下去才三两。盆子有二两。这个倒起来才几，完全没变化。挂几？没有两，还没有一两。没有两，还没有两。一两都不到。奶奶。七两秒杀了。刨去二两的盆还有五两，我们一两都没到。我们经历过才知道有多难，所以你们还是有我们的海蛎煎吃的，我做海蛎煎给你们吃，当做奖励好不好？用这个我们自己包的这个，可以啊，把它放在一起。反正你们的海鲜大餐肯定直接就没准备。哇，好丰盛啊！给你们准备了海鲜大餐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输了。可是你们输了呀，这些只能送给那些那刚才那两位奶奶很辛苦的，送给他们吃啊。你们只能上米饭，来，我们请工作人员拿走。不是吗？真的假的？什么？真的假的？你没有在开玩笑？这么残忍了吗？我们刚刚就看了一眼。开玩笑吧。奶奶，奶奶，可以请我吃吗？奶奶，我们的节目这么严谨吗？上米饭。你没有开玩笑吧？真的。